本期的节目为您讲述一位残忍杀害、肢解二十余人的检察官。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号，两个家庭来到哈尔滨南岗区公安分局报案，说他们的家人失踪三天了。让公安局震惊的是，这两个失踪人并非普通市民，而是哈尔滨市省高检农林处的两个检察官。 报案人声称，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八号上午十一点左右，检察官袁成、果冬梅两人从单位出来之后，在南岗区中宣街一带被一辆紫红色桑塔纳轿车拉走之后失踪，从此下落不明。检察院领导派人多方调查走访未果。两个检察官一起失踪，这可不是小事儿。 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立即介入调查。由于果冬梅临走时电脑都没有关闭，这说明两人遇到意外的可能性极大。袁成的妻子被请到了检察院，他带着哭腔说：“走的前一天，他和我说第二天去给赵东市一个朋友，呃，蒋英库去办事儿，还说他要和他的同事果冬梅一起去到蒋英库那儿拿点钱。” 于是，侦查员找到了蒋英库。面对盘问，蒋英库面不改色。我最了解袁成了，他和果冬梅啊早就好上了。我估计他俩是私奔了。至于他找袁成办事儿的这个事儿，他矢口否认。于是，这条线索就断了。经过调查，得知。 郭冬梅家庭条件很好，家庭观念很强，夫妻感情也很好，为人正派。失踪前没有出走的迹象，随身携带的背包没带，电脑没关，并跟同事说一会儿就回来。袁成社会交往复杂，虽然夫妻感情不是很好，经常吵架，但也没有出走的理由。 所有的调查汇总结果来看，都说果冬梅和袁成不过是普通同事，没有发现有任何私情，两个人没有私奔的准备和迹象。两位检察官的神秘失踪，迷雾重重。由于案情重大，南岗区公安分局正式立案侦查，逐级上报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时任厅长陈永才。 听完汇报之后，高度重视。只是时任主管副厅长孙邦南、时任刑侦总队长严子忠听取案情汇报之后，立刻派省厅大案科长朱宝率哈尔滨市南岗分局刑警大队长赵迎秋去肇东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同时派追查小组搜索蒋英库的行踪。在追查之中，蒋英库神秘的消失了。 十一月三十号，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刘旭东在黑龙江省公安厅汇报工作时，得知哈尔滨市警方正在调查检察官失踪案件，而失踪人是蒋英库的好朋友袁成。刘旭东顿时联想到一系列的怪事儿。多年来，围绕着蒋英库和他的陶瓷公司，出现过多起神秘失踪事件。刘旭东觉得，事情。 没那么简单，于是他冒险越级向省厅汇报了有关蒋英库的情况。黑龙江省公安厅听到刘旭东的报告之后，非常震惊，决定将此案与赵东失踪人员并案侦查。肇东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调集警力开展侦查。一份本市失踪人员初步统计名单很快。 摆到了专案组的案头，让专案组目瞪口呆。李海，男，三十九岁，个体户，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从单位取公章，与蒋英库去办理贷款业务之后，神秘失踪。 宋立国，男，三十七岁，个体户，做钢材生意。一九九三年夏季，将一批钢材卖到蒋英库的陶瓷公司大厦工地，多次去工地要账，没有讨到一分钱，后来失踪。吕宝珠，男，四十六岁，个体户，做钢材生意。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号失踪，其亲属反映，失踪前曾去陶瓷公司向蒋英库要过钢材款。孟宪明。 男，三十四岁，失踪前任陶瓷大厦工地责任工长，陶瓷公司屡屡拖欠工程款，原定一九九四年十月中旬同陶瓷公司结算工程款后给工人发工资，可在发工资当日失踪了。女个体老板刘秀丽、邵明琴、刘小梅都和蒋英库有不正当关系，后来神秘失踪。 原陶瓷公司工作人员刘德、王英丽，原陶瓷公司经理贾永全家等先后失踪。时任公安厅,厅厅长陈永才得知这么多人在和蒋英库联系之后神秘失踪，却居然没有立案，勃然大怒。调查之下，原来这个蒋英库并不一般，他也是一个检察官。 蒋英库，绰号“三哥”，原籍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人，后在肇东做陶瓷生意。一九九零年被肇东市人民检察院录为正式干部，后来又被借调到黑龙江省检察院。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时任肇东市人民检察院控审科书记员的蒋英库，个人筹建了陶瓷大厦，挂靠肇东市二清局。 蒋英库在赵东这个小地方啊，颇有实力，三教九流都有朋友，是响当当的人物。最关键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起，蒋英库为寻求保护伞，结交了赵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兆伟，并结拜为兄弟。此次两个检察官失踪上报到省厅，就并非赵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兆伟能够搞定的了。办案人员。 凭借职业敏感，认为短短七年内蒋英库身边这么多人失踪，绝非偶然，很可能是谋杀系列案件，案情重大，被列为2000年黑龙江省打黑除恶一号案件、公安部第六号案件。在立案以后，朋友众多、消息灵通的蒋英库很快得知这个消息。 十一月八号以后，蒋英库潜回赵东，把白色桑塔纳轿车,车改为红色。赵东检察干部李国辉接触频繁，将案件进展情况告诉了蒋英库。蒋英库知道案发，于十二月一号仓皇逃出赵东，与亲属好友断绝通信联系。鉴于蒋英库有重大作案嫌疑。 十二月一号，肇东市公安局局长付长才、政委刘文全高度重视，积极配合省厅联合专案组工作，要人给人，要车出车，指令现任局长助理、刑警大队长丛广文全力配合工作，将这起案件列为全局工作的首位。同时，时任公安局副局长张兆伟被停止工作，另案处理。 经过认真分析，蒋英库近四年来的社会关系与交往面，发现在案记录的失踪人员有七人与蒋英库交往密切，然而都不知所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失踪人员增加到二十多人，尤其是原陶瓷公司经理贾勇的失踪引起了办案人员的特别关注。贾勇啊。 是蒋英库多年的好朋友和主要的助手。他自从1998年开始承包陶瓷大厦，担任总经理开始，便是蒋英库的左膀右臂。奇怪的是，自从刘秀丽在北方饭店失踪之后，贾勇随后神秘的失踪了。那么，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 贾勇可能参与了蒋英库的犯罪活动，为怕罪行败露，举家逃往外地躲藏。第二，蒋英库怕罪行败露，杀人灭口，将其全家杀害。根据现有线索的分析，似乎贾勇举家逃亡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目前蒋英库团伙成员全部外逃，短期之内恐怕无法擒获贾勇，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十二月上旬，时任重案队长梁玉平率领侦查员查找贾勇的下落，几乎跑遍了赵东的城乡和邻近的大庆，查访了贾勇在当地的所有社会关系，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这段时间里面，贾勇和所有的亲属断绝了关系，全家就像消失了一样。 但在走访贾勇的朋友时，发现了另一条关键线索。贾勇在刘秀丽失踪后不久，蒋英库就将刘秀丽的饭店转让给了贾勇，后来干脆就把这房子以十五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按照当时的房屋价格，这个房子显然非常的廉价，似乎是蒋英库在收买贾勇。 但不到半年之后，蒋英库对贾勇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蒋英库逼着贾勇搬了三次家，并且要将房屋收回。贾勇这段时间惶惶不可终日，曾经对从小的好朋友刘某暗中诉苦。贾勇认为他知道很多蒋英库的秘密，怕蒋英库会杀人灭口。 现在蒋英库逼迫他多次搬家，就是想让他和之前的亲友不联系，便于杀他。蒋英库又让他把房子还给他，可能是怕杀了他之后再拿回房子有难度，这毕竟算是贾勇的财产了。刘某建议他赶快卖房逃走，并且答应帮他火速寻找买房人。 在刘某的联系下，贾勇以低于房价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做生意的陈德安，然后举家逃走了。刘某的信息非常重要，这表明贾勇对蒋英库的犯罪行为是知情的，也并没有被杀。只要找到贾勇，就可以知道蒋英库团伙的所有秘密。那专案组找到了贾勇的好朋友刘某。 找到刘某之后啊，反复做工作。刘某很讲义气，一开始一口咬定不知道贾勇在哪儿。后来专案组说，贾勇现在很危险，一旦被蒋英库找到，全家都难以幸免。被捕啊，其实是在保护贾勇的家人。如果贾勇犯了大案，迟早还是会被抓住，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如果你知情不报。 隐瞒重大案犯也属于包庇罪，可是要坐牢的。刘某左思右想，终于说出贾勇在赵州县新鹏火锅城烧锅炉，妻子在这个饭店打工。三月十八号星期日中午十一点左右，重案队长梁玉平、中队长刘旭东组成特别行动组。 带领侦查员陈武、卢锦东等，分成两辆警车向赵州方向驶去。下午一点左右，赵州县新鹏火锅城的门前停下两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七个人，留下两个人在门外守候，其他五个人迅速推门进屋，在靠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客人很多。梁玉平用锐利的目光。 在屋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贾勇的踪影，他有些失望。刚准备坐下，忽然通向后屋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头正在弯腰给锅炉烧水。梁玉萍根据背影判断，这个人很像贾勇，马上给坐在一旁的刘旭东使了一个眼色，两人站了起来，向后屋走去。其余侦查员。 紧随其后，心领神会的包抄过去。梁玉平走到那个老头身后，突如其来的大喊一声：“贾勇<油>！”那个人头也没回，哎，下意识的答应了一声，猛抬头见面前站着两个威武的大汉，双腿发软，马上改口说：“呃、哦，不不不，我叫贾庆。”梁玉平说：“行了，别演戏了。” 你就是贾庆，也得和我们走一趟。贾勇以为这几个人是蒋英库派来杀他的，突然转身撒腿就跑，还没有跑出十步，就被埋伏的侦查员按倒。贾勇拼命挣扎，大喊大叫，引来了很多的食客。梁玉平对大家解释：“我们是公安局的，执行公务。”同时掏出了警官证。听说公安局三个字。 贾勇似乎如释重负，不挣扎也不喊叫了，还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押到公安局，梁玉平先问贾勇：“你跑什么呀？”“我以为你们是蒋英库派来的。”“用不着我们多说，你也知道我们找你为了什么。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和我们合作，早日抓住蒋英库，不然你全家都有危险。”“嗯，我犯了罪。” 要杀要剐都是咎由自取，一定跟你们合作。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把我的老婆孩子保护起来。放心吧，我已经把你的妻子孩子都接到了公安局的招待所了。嘉勇非常感激，将蒋英库犯罪集团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专案组预料的一致，这几年。 围绕蒋英库失踪的二十多个人，都是被他杀了，尸体都被他焚烧灭迹。让人震惊的是，所有的凶案现场居然都在蒋英库的公司，甚至是办公室里。蒋英库的身份是检察官，他在小小的赵东市还是很有面子的。这个人性格凶残、狠毒、任意妄为。 是隐藏在公检法队伍里面的恶狼。蒋英库是所谓黑白两道通吃，他在白道有很多保护伞，包括公安局副局长；黑道上，蒋英库也颇有恶名，还养着一帮歹徒做小弟。蒋英库以陶瓷公司这个合法实体做掩护，先后纠集蒋英权、蒋万忠、刘一东、蒋树渊、刘德、王英利等人。 进行杀人、抢劫犯罪，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蒋英库成了老大。蒋英库为控制该组织成员，对下属非打即骂，甚至杀死不可靠的手下，使该组织其他成员对蒋英库存有惧怕的心理。在赵东，蒋英库没人敢惹。 在赵东市四道街的南直路的拐角处，有一栋高高耸立的陶瓷大厦，这儿是蒋英库的老巢。在他的南侧三百米，新立小学的北侧有一个大院，常年紧闭大门，这儿从来不向任何人开放。院子里面有一栋低矮的平房，这里就是蒋英库经营数年的小渣子洞。 有一个角门可通院内的车库，在车库的一角有一个炉子，这里就是蒋英库用来杀人焚尸的魔窟。整个院子神秘莫测，阴森恐怖。一九九二年下半年，蒋英库个人筹集陶瓷公司，为了弄钱，他便紧锣密鼓开始筹建陶瓷大厦。他以陶瓷公司这块招牌做诱饵。 取得了开发陶瓷大厦的承包权。其实啊，陶瓷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公司。一开始建陶瓷大厦是蒋英库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他从银行骗贷数百万元建成了大厦，对于如何还款，他从没考虑过。他将大厦内的摊位逐一出租，收取租金，收入颇丰。 大厦完成之后，某建筑公司工长孟宪明承包了大厦的装修工程。在大厦施工期间，孟宪明投资资金数十万元，又从各关系单位赊购的红砖、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也有五十余万元，再加上工人的施工费二十多万元，加在一起上百万元。竣工之后，孟宪明找蒋英库结算讨要这些款项。 蒋英库与黑老大自居，根本不打算给钱，对孟宪明多次恐吓欺骗。但工程已经完工了，工人、货主都上门找孟宪明追债。已经垫付所有积蓄的孟宪明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蒋英库的恐吓，天天跑陶瓷公司办公室要账。蒋英库勃然大怒，认为孟宪明是不识相啊！ 自己找死，一边让贾勇、刘德等人拖住孟宪明，一边加紧实施处理孟宪明的计划。一九九三年十月六号，蒋经库指使得力爪牙贾勇找到孟宪明，骗他说：“今天呢，你到陶瓷公司清洁工程款和材料款。”孟宪明不知道是计策，高兴的跟着贾勇进了陶瓷公司办公室。 蓄谋已久的蒋英库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当孟宪明步入二楼楼梯时，埋伏在一边的手下蒋英权手持东风三式小口径运动手枪，对准孟宪明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子弹射入脑部，孟宪明当场死亡，尸体沿着楼梯滚了下去。杀人以后。 蒋英库笑着看着孟宪明的尸体，哼，让你要钱，现在去阎王爷那儿要吧。随后，蒋英库又招呼手下：“快把他拖下去处理了。”第一次杀人，对于如何处理尸体没有经验。副手贾勇对蒋英库说：“把尸体运到城外埋了吧。”不行。 被人发现就完了。贾勇略加思索之后说：“要不埋在锅炉房地底下吧？”听到贾勇的这句话，蒋英库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干脆用锅炉把尸体烧了。啊，这尸体这么大，能塞进去吗？把尸体卸了，一块一块的烧。 夜幕中，蒋英库和他的杀手们将尸体大卸八块，扔进锅炉焚尸灭迹。尸体足足燃烧了三个多小时。当大家打开锅炉的时候，锅炉内除了人的少许头盖骨之外，剩下的只有灰烬了。蒋英库捡起一块头盖骨放在地上，一脚踩了上去，将其碾成了粉末。 这是蒋英库第一次杀人，对于如何善后，他早已经想好了。第二天，蒋英库指使贾勇等人向外放出风说孟宪明的账已经结清了。工人和货主一听说孟宪明账已结算，追着找孟宪明要钱，但是找遍了城乡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人们都怀疑他卷款私逃了。 过了几天，蒋英库又放出风来说，孟宪明携巨款逃到了四平，公司有人看见过他在四平某宾馆和他的小情妇在一起花天酒地。大家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以为孟宪明故意赖账逃走，债主一怒之下来到孟家，见啥拿啥，把孟家洗劫一空，最后孟宪明的妻子也被轰出房子，露宿街头，惨不忍睹。 孟宪明的妻子也以为丈夫跟情妇逃走了，一开始没有去公安局报案，后来见丈夫长期不和家里联系，觉得事情不对，去公安局报案却遭到了冷遇。蒋英库早已经和公安局的结拜兄弟副局长张兆伟打了招呼，公安局以有人看到孟宪明躲债携款潜逃为借口不予立案，孟宪明失踪案就这样。 不了了之。蒋英库杀害孟宪明的阴谋得逞之后，使他更加的胆大妄为，开始了疯狂的杀人行动。事情过去仅仅，也就是孟宪明遇害之后的十月二十一号，某单位推销员宋立国到陶瓷公司讨要建楼的钢材款，刚说了几句，蒋英库就开口骂人。 老子就是不给钱，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宋立国气的说：“呀，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咱们都是在外边跑生意的，怎么连个信用都不讲啊？哼，什么狗屁信用？你在赵东打听打听，谁敢跟我要账？老子心情好了，给你个万八千的；心情不好，一分没有。这不是耍流氓吗？跟无赖一样。” 亏你还是社会大哥呢！哈哈，你敢骂老子？行，有种你别走。随后，蒋英库指使手下歹徒刘德持枪进屋，对准目瞪口呆的宋立国连开两枪，宋立国倒在地上挣扎。蒋英库亲自抢夺手枪，对准他的头上补了一枪。之后。 蒋英库气急败坏的对手下沈显贵等人喊：“你们还愣着干啥？还不抬出去烧了！”从此，宋立国神秘的失踪了。由于宋立国并没有仇人，又是去向蒋英库要账时候失踪的，他家里人很快报警。不过，在副局长张兆伟的干涉之下，该案又没有立案，仅仅将宋立国算作是。 失踪人口，天大的杀人案又这样不了了之了。蒋英库团伙还有哪些滔天罪行呢？下期大案纪实为您讲。